都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啊，20万。因为这个如果猪吃到就一定死。超大陆口音的阿祖玛在淘机 keep up， 谁叫你违规闯关，带了这么多的猪肉干？防非洲猪瘟禁止肉品入境，今天早上11点，淘机开出首张罚单，违规的何姓女子带了15片猪肉干，她说从大陆嫁过来，不知道不能带。那你如果生意上的，如果你需要住院，就变成以这个部分来做。你今天不缴没关系，后续记得30天内。脸好臭，毕竟20万不是小数目，杀鸡儆猴。没想到下午1点又逮到一个。这回是双汇火腿肠，违规的同样是来自对面西安的陈姓陆培。你多几块钱呢、啊？9块人民币啊？9块人民币，40块台币。对啊，就是临时的。这要被罚多少钱？不知道，罚20万台币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20万？对，今天第一天。太夸张了吧？20万？这样如果进来非洲输出的话，台湾是损失2000亿耶。这个要罚20万？对，因为现在非洲猪瘟的疫情太危急了。虽然他不断求情是初犯，但防疫局 say no， 因为内地就是疫区。都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啊，20万。因为这个如果猪吃到就一定死。土拔中心，你去骂死不倒。